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。这局我跟两个不认识的人当好人呢、欸，不是当好人呢、欸，我怎么胡言乱语？一开场我就胡言乱语了。来，我的任务呢？我要去，好，随便啦，这边吧，就是这里啦。说什么呢？欸，好，工工程程师，师在。好，工程师，离开工程师，离开工程师。他去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他去那个阅览室的地洞啊，他去阅览室的地洞，你不要再来杀哦。好。他在那三个通道里。我在大厅杀了一个。哇，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，刚刚门关了这么久，我相信六号不会趴在那边，只有趴一下下而已。他是被门夹死的。那其实我慢回来啦，不然其实我是要杀八号的啊。我才刚回来，然后就只听到五号，笑死！看到我跳地洞的只有五号跟九号，然后五号是狼，九号死了，然后一号面刀可以先票一，先票五，然后警长去开一，再去急救室接线路，然后准备要往接机厅的时候就被排过来。好啊，可以啊，五号没关系啦，我们下一局从头再开始啦，这局没希望了啦，我们两个都被抓出来了，好想投八哦，怎么办？把我上一局这样欺负我，好想投八，可恶！好想投四哦，那先票五啊，七号断线，先票五啊，我都已经讲这样子了。那是剩两，好想投四哦，怎么办？又想投四了。对啊，不要听二号的胡口乱讲。哭死啦呗，哭死啦呗。四号，出票五。你刚刚说要票。我是白咖，四号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丢脸？狼坑都排好好给你，你还彪戳？哎，我有仇啊，哈兄弟，你彪我干啥呢？刚刚就该把四号投走，你看看，还害你白咖，早知道把他投走，你就没事了。要投死，投错了啦，你们看，不然这局我们投八好了啦，投八。